哦，清醒啊！你免惊啦，只是肌肉松弛症尔。想做咩？你们对我做啥？我只是被你的晶片提掉啦，啊，非得拢共款啦。你看我这做阿兄是毋是讲会甲我做会到？你要甲我晶片提掉？ 要甲我毁掉，无毋对啦。进前你伫甲我侮辱，我会当吞忍，就是因为我咧等即个时阵。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安尼是咧杀人。讲杀人伤严重啦，我只是替我宝贝小弟完成心愿安尼啦。你毋是一直在自卑的，讲你是一个晶片人。 我这做阿兄这么疼你，当然要成全你啊！放心啦，半条晶片是小 case 尔。你因为你在酒吧所讲的，是一个也无出团、撩人的好事。你是没耍过，啊？你敢真妙？你不是叫我真妙咩？我就代替爸来甲你骂。你无配生强，你连家族都不如。 你是死哦！你啊！哦哦！你是想要创啥？要甲卡掉，死的人就是你。无啦，伊都嘴足臭的，什么人伊都咧骂，搁甲我加，我气袂过才会。就算讲你搁安那去，你也嘛甲吞落去。伊是我真无简单。 才找到的后生呢，不是你会当卡的，真正是起笑，竟开用一支水火流泪，你竟然敢信道？总共一句，晶片还是慢掉，这个世界上就不要讲客用，更加无感应团。你是卖激动，不管你讲的是不是啦。 不过对我来讲啊，才有一点仔希望，我是绝对袂放弃的。那是姜开雄在骗你的。我再讲一遍，晶片若是慢掉，我这个身体就变作一个尸体，你后事赶快袂回来。我哪会当和你在江大生面头前讲出事实？袂用的。 你好好困一下，等你醒过来，不要紧，就当团圆啊。那呢，我就等你江总裁吼。上好上呢，阿来无，你等咱陪葬啊。不，这个绝对是江总裁你所唔忙的。 江总裁，你看，我的小弟启勇在这。林大，你总算讲要倒来，我宝贝阿健。啊啊啊！ 是等下爸爸的身后边啊，英台！哇，我这条命总算是保住啊！江总裁，你看，我讲的拢是真实的，我无骗你吧？你哦，你实在太无耐心啊！啊，我这个是你当家可以用经典处理掉啊。
你敢同意？前面内面有恁小弟伊个医术，啊，佮伊研究个心血，你即马佮处理掉，那你乌鸡集团佮有甚物价值啊？你回来好，阿爸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，我的永远站在我身躯边的，知无？你做。安怎？这个气味你有感觉足熟悉无？这是我最爱吃的米线煎啦，干阿食爸做的，因为爸做的最好吃，外口拢买无。阿，你怎啦？我讲唔对话啊。无啦，三十多年啦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可能会当阿梦中哦。听到你叫我一声爸爸，啊！不过即马我是实实在在听到你叫我爸爸，你讲啊，我哪会无欢喜，哪会无感动啦？爸，你是咧讲啥？我的名是你给我的呢，无你就无我。爸爸无想讲，你安尼讲。我真正足欢喜的，咱爸仔囝总算讲会当甘心啊！来来来来，爸爸即摆甲你讲哦，我的事业啊做了真大，华宇集团哦，真大事业哦，爸爸以后哦，才偷偷来甲你讲，即摆你上重要的任务就是收掉你的华宇集团总裁位置，然后一将启用的。用客用，所以我即马毋是钢印团，这只是暂时的啦。只咱爸仔完成迄个大业了后，你就是钢印团啦。以后爸爸所做一切，所有事业拢是你的，知无？客用，你来来家咧？来啦。你听我讲啦！你听到啦，我歹听你讲啦。启用啊，你嘛知影江道成这个人，不管讲什么话哦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哦。上好那是当什么外行就外行，一切人哦，根本归头壳来啦，就是伊家己那里啊。伊今嘛到底嘛要搁想什么鬼计，咱拢唔知影。啊，总讲一句哦，耐心先离开家才好讲哦，今日起来。妈。你怎么来游泳？叫我妈。因为你是我的妈妈，我当然叫你妈。啊不，无你是搁对下什么照顾哈？你去看我即马，敢有在家等？你免我叫，你伫我面前安尼叫母姑，我就替我相信你。你坦白讲，你这是在比什么鬼鬼啦？妈，唔是安尼啦！你想点点，你莫讲话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叫伊哦，甲你变回你以前的你吼。你莫紧张，嘿哟，你相信我，吼。免啦，我来甲你讲，唔是安尼。你莫搁再硬拗啊啦！啊，若无，嘿哟，那小勇变一个款嘞。爱行为哦。我叫姜开阳，甲印团偷看来迄个姜启阳的政变，甲办出来。即马咱后生印团就徛在遮啦。你讲的话来听，互狗屎落食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上好吼，你赶紧
管你那些什么账骨歹，我都紧甲解开哦。啊，那无我只要是打电话叫不了你过来。你这嘛是愈老愈烦，当然是唔。啊，讲话讲袂出声哩，我来甲你讲啊，印船这嘛该你吃啦，你听无是唔？你紧清醒起来，建勇，你紧清醒，你紧清醒。妈，我真正是你的后生江印船，敢讲你无想要认我？免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我一清目睭哦，看到江凯勇把印船头壳迄个晶片给挽出来的。那手术完了后，伊清醒过来，我随甲带来吃，叫你来介绍恁的啦。印船不好，看到你心肝结归球，为了我哦，伤心老目屎时阵，我嘛就后悔。当初我无应该哦，变马棒手。其实哦，我嘛就想要陪你到老的。这届哦，你还甲我救我掉，卖个棒手啊，好无？妈，你去放手啦，那么你会把我做伙拖落去啊！这做妈妈的人无可能把你来手放开。我，英团，英团，这对我来讲是一种解脱。你千万卖有挂碍。啊！英团！啊那不是阿花啦，你那时阵妈妈真是要被，我被甘你掉落去，你知无？妈，妈，你大大想啦，起码囡仔得活跳跳，徛在你面头前啦，好。你若为着吼，你看别人讲什么正义啊？敢袂敢？不忍受一届失去后生的痛苦，啊！妈，我甲阿外咯，小妮的代志当豆豆进行。啊，不过目前哦，我欠江家一面温情收债啊，那不是因，我无可能活到今嘛。敢讲，你拢无亲像恁爸爸同款，来怨恨讲蒋家的人，偷在你的身躯去用。我拢讲我欠伊人情啊，哪有可能怨恨伊啊？就是讲，即马蒋家搁有一个蒋开阳咧作乱，我暂时袂当离开。至少等我甲蒋家的代志处理好势了后，我才离开。你确实是我后生英团，无唔对。你用感觉遐尼啊善良，遐尼啊代志事事项项拢替人设想，那呢？你着转去强家，去甲因斗相共。也毋过你莫袂记，我一个妈妈，咧等你赶紧转来团圆。哎呀，我。